谢谢。大家好。情深深雨蒙蒙，多少楼台烟雨中，记得当初你侬我侬，车如流水马如龙，尽管狂风跟住落嚟有解放军总政歌舞团男高音歌唱家郁君剑，以及中国歌剧舞剧团歌剧表演艺术家卢秀梅携手演出。系个同心结，中华儿女都出个精神节，大团圆的场面今天最红火，大中华的全家福，早就个安快门，轮到第二个集的表演，有著名十年树木，百年树，请细心欣赏。青春奔流
紧接落嚟就有曾经夺得中国十大歌星之一嘅孙燕出。你是我的阳光，照耀每个人的梦想。你给我力量，没有人能够阻挡。你勇敢的目光，可以穿透任何人的胸膛。你带我走入这幸福快乐天堂。你是我的阳光，照耀每个人的梦想。你给我力量，没有人能够阻挡。你勇敢的目光，可以穿透任何人的胸膛。你带我走入这幸福快乐天堂。我会有我们所有的爱，陪着你现在直到未来。有我们所有的期待，让你更加精彩，为你喝彩，为你开怀。好啦，节目嚟到呢一刻咧，亦都果插。淡淡合我心，一起享受这和风，凌晨蜜语啱晒你心。思念到如今，你问
心，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月亮的。半个月亮爬上来，一啦啦爬上来，照着我的姑娘梳妆台，一啦啦梳妆台，请你把那纱窗快打开，一啦啦快打开，一啦啦快打开，再把你那美轻轻地咽下来。